government officials insist that this is an isolated incident. 哎，这个夜魔有 bug 啊！他白天还不回家。啊！哎，有没有跟你讲？干你娘！不要开一面麦克风啦！好死！然后这边有嚎叫子哦，我都叫他廖北亚。你知道我刚听到你叫他廖北亚的时候，先笑到翻车。傻笑了！我的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呦呦呦！哎，推！不能进去。哇塞，有僵尸在空中啊！这个桥怎么上去？哎，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了。哇！哦！干你娘！而且它好像可以解锁商店哎、欸。有这东西哦。对，就是白天的时候它会聚在里面。你先吸引到了僵尸，然后那僵尸暴怒了，过来扁我。蹲下，不要惊动他，白痴哦、喔，干！不是你他爹娘的，我开这里，我怎么上去？哎，等，我有个省力的方法，把他们全部都踢下去。来，全部下去。对，全部踹下去，你的腿怎么了？问他一堆废话，快问他一堆废话。跟我介绍一下这座基地吧。My God！ 对，有人在聊天呢、欸，有人在聊天。说想说都来了，哎、欸，然后这样子跑酷等级会加很多哎、欸，来回跳的话，我想到一个刷那个跑酷的那个方法了。等级四，这边太这边超多僵尸，我们破解这游戏。而且你看那个夜魔，他就死在地上。为什么只剩下夜魔，然后其他僵尸怎么了？其他僵尸去睡觉了。他不想追我。什么？夜魔给你了。你先去睡觉了啊。哎、欸，夜魔跑进来，了，赶回去，靠近。你把夜魔打进来了。死！就是我们的最后堡垒直接被别人害进来的时候，不是他们已经气到，你看他死，不是啦，咪咪冒冒干你娘嘞！他是被打不死，等下不是他是死的还是活的？他活的，啊，我们不是把他打死了，看到他血条没了。我靠！救我，兄弟！等下，先救我，我要狙。好 ，OK， 这个夜魔直接跳到墙壁里面。靠北，我倒了，救一下，靠北。哎、欸，你问题最多哎、欸。我还在，靠北，我也倒了。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快点，去。靠北，怎么有一个进来了？白痴。靠北。对啊，红狗救一下。我是倒的，我要怎么救的？我靠，我们三个都死了。白刀全部直接跑出去啊！靠。没事啊，至少我们刷够本了。我们之前至少刷了快3000吧，3-4千。哎、欸、呀，支援我一下，快！我在那个灯光下面，你们可以来救我。没差，你死掉不会那个。不要啦，不要死，死啦！哦，快点，快剩半条，快点，快！我以后不会救你，说什么我都不会救你。看我刚才为了救他，我弟还死了，我去救他吗？你有看过等级一救夜魔在旁边的吗？这不知道是我们哪一次等级四留下来的。你看他这一跳，来！哎呦！这是啥？这调查兵团吗？行走杀杀给我！哎，你看后面的夜魔，他想要打你，但是却没有做任何事情。知道啊。夸小啊！牛肉串再一个，然后鸡培根鸟蛋串，好了吗？
还没。米血，来来去大肠、沙茶猪肉锅、牛排、薯条、烤鱼一个。My God， 赶快想，让它错乱。我要夜魔一只，烤羊排、贡丸、鸡蛋、豆腐、鸡蛋豆腐、鸡蛋豆腐、金针菇、路灯、树木、小鸟，拿取。记住，你家离那个啦，餐厅太远了。你这样子会对外送员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外送员在过年送很辛苦，你应该要直接去外送员的旁边拿餐点才对啊，这样才是尊重他们，知道吗？你应该叫外送员去店里拿餐的时候，你也去店里跟他。对，你应该这样子，这样才对得起，懂吗？他们过年很辛苦。But we were wrong, dumbasses.看左边那位怎么像刚吃完了啊？ Hey, 他刚吃完，他走在右边那一位吧？有好小的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妈的，帮你们开紫外线灯，还不快感谢我？哦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看到我、欸？你们想要耍他是不是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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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哦 ，nice， 我开了。哦哦，开三刀。Nice， 可是刀累了哈啊！啊，为什么又再拉一次？哦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比较喜欢黑的。啊，傻小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开不起来？哎、欸，这边有通风口可以走哎、欸，我们再走通风口走好不好？这边你就上来之后就看到了。对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对，上面。不要告诉他，不要告诉他，我们先走。你妈逼，不用告诉我，我看到你的指标了。不是，对啊，中间这个男的好像就是那个、欸，是吧？开打开打开打啦！妈的，杀小啊！分给你们，假赛啦！哦，最后一秒哎、欸！等下这我来，哎哎哎！哇塞！可不可以拿到他斧头啊？不行，反正他们斧头也没坏掉。不行，欸、不可以，不可能吧？坏掉了哎、欸！哎呦，我拿到哎、欸！可是我看他攻击多少，哇塞，26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、啊。妈的，不是铁锤、欸，他妈你们都拿我他妈我的铁锤、欸。丢出来啊！操你妈！等等，我要去调皮一下。看他们会不会过来？这很像那种你知道 GTA 那种通气等级，哇塞，三角投资刀52伤害，我要买了，老子是三角龙了，谢谢。哇塞，这个是什么鬼啊？哦，哇塞，大小，哎、欸，他直接 Bianchi 耶、欸！你们可以利用那个大拿着那个锤子的大块头锤其他僵尸，然后 TK 队友，他要锤哦，他要锤哦，他要锤哦。哇，好爽哦！这个锤子，哎呦，来啊，启动风车一下。Except where her crazy brother is concerned, he's a little bit twitchy. 风风车车。Yes, yes, 风风车车，来吧，我的小弟们。Yes. Oh, oh, yeah, yeah. Yes.靠背这人的动作很像丧尸，就要把他逼掉。哇，这个好大哦！不知道风车人干嘛了，干！来个 C4。Explosion！ 哈哈哈！确定要在这里耶。Great！ 哈哈哈！他们剩余站在原地。你刚才敲我还是怎样吗？没有。我想说奇怪，妈的，我视角怎么震动了？哦。呀，居然异常信息，不要突然跳出来，靠背，妈的，我被僵尸追。对呀，干娘我也死了，操他妈的！为什么他真不动？他就只会在那边喘气，然后死都不跟我们打。哦，那 GIE 日常啊，不 GIE 异常，GIE 异常。
哦，可以开舱盖了。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一只鸡而已哦。我们来玩那个铁桶大战好不好？要不要互抄铁桶，然后燃烧丢到别人身上？哎，我丢到自己啊！白痴！我们让麦嘎受了一点伤，但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是必经过程。你知道我是戴无线耳机吗？这好难哦！对啊，我认得这边，这边是一开始我快死的地方。哇，这是什么2077哦？下去，我们要找到一只鸡，我们可以来找一只鸡。对啊，这边需要那个，快速开锁。快，你开得了吗？这里有点污染。可以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一分钟了。哇！啊，巫师装死。干嘛？现在打 Lost 的刷卡房是不是啊？来，要不然先睡觉，也可以啊。对，我们先睡觉吧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过得很很好。哦，从睡他直接白天了。我都睡直接白天，然后我都看两个在床上。我有点小赖床，我都不太想起来。